哎呀，今天是我们这个天天兄弟啊，疫情之后第一次聚首在这里，所以等一下决定呢，自己成为一个司机，我就开车带着一博，希望他认不出我啊，我要把我跟一博的这个两个人的这种项链都要藏进去一下。我等一下呢，我在上车之后呢，刚我就说云南话，他应该是听不出来的嘛。啊，一博，你注意点呐，啊，刚。他其实不应该有这机器在这里拍我，晓不咯？别个一看，你看见了不？坐了还搞这机器拍自己，对不？对，你掉掉好名掉。我坐这边。韩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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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喂，我的一博弟弟哟，韩哥，哇，韩哥，韩哥。你看韩哥，我都知道他肯定可以认出我，我还乔装打扮的啥呀？我弟弟能认不出我吗？韩哥，哎呦，想死我了！我天哪，惊喜，想死我了！韩哥，我还准备说扮演一个司机，然后说。